不以后你抱到你的骨头会酸。对啊，它会越来越重。那现在已经很快就要五公斤了。马上就要嗨了。很快哦，马上就要嗨了哦。他一天给你吃午餐嘛？月子中心一天午餐啊？不是，我用订的。他们这里没有吗？用订的。他们这边也是跟厂商合作。不过大部分都会吃他们订的，是午餐啊。对，都是。对呀、啊，那你就尽量吃啊，这样补。不知道，我现在觉得吃不下。睡觉了，睡着了，哎、欸，还在挣扎当中，要吃嘴嘴。对，所以你喝奶喝完，尽量让他躺着。婴儿哈、哦，睡觉每天都要睡22个小时以上，都是在睡觉这样讲。哎、欸，我不能理解、医生明明有给他开氧化锌的药膏，为什么他没有给他擦凡士林？你有问他吗？是怎么搞的？我想说，凡士林不是会更闷吗？就是要在没有伤口的时候擦凡士林啊，有伤口的时候。然后就我不跟你说，昨天他还跟我说没有开药，然后我今天还是没看到那条药膏。啊？是怎样？所以我现在有点搞不明白，他红屁股究竟是我留在婴儿室给他们换尿布比较好，还是我自己带来换比较好？可是我扛他去洗屁股，我肩膀根本你还是不要，你还是让他们洗，趁你现在有付那个婴儿室的钱，你还是不要闹了。在这里还要养生呢、啊。好。对啊。也是。